可以去查查有没有这个人吗？可不可以查得到？你看这个字体这样比较细，啊，这个又比较粗。我们的服务证不会那么粗糙，而且我们不会用什么监管账户的名义去要你把钱拿出来什么的。第一个，这个一定是假的，这个名字也是假的，这个证件也是假的，这里面没有一个东西是真的。可不可以透过你的系统查一下我们这个人？哇，这个一定是假的，这全部都是假的啦！你不要再跟他联络了，啊，你也不要删掉，不然等一下你那个资料里面都不见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现在照片啊都可以换脸，找一个新闻照或者是个人照，他脸换掉就完全不是这个人了。